迎接旅游潮，高雄市观光局也特别提早推出优惠，12岁以下的小朋友就可以免费进到寿山动物园。好多爸爸妈妈都趁假期带着孩子来看超萌动物。另外，高雄啊，在战二库的一间旅社，主打日系简约风格，一觉醒来还可以看到大船入港呢，有好多旅客都抢先入住。从园区外就开始排队，一个牵着一个，还有不少推着婴儿车的。清明连假第一天，爸爸妈妈带着小朋友来到寿山动物园，超级兴奋。你们想看什么动物？我也想看虎猫，因为虎猫比较可爱。能融化小朋友的心，当然就是动物园里的明星动物。除了最先被点名的狐獴、水豚、犀牛也很夯，另外红毛猩猩更是人气大爆棚。这里是猴子，你有想看什么动物？猴子。这回连假，观光局特别推出优惠，只要12岁以下的儿童就可以免费进入寿山动物园。1号一早就涌现不少人潮，截至下午2点，园区就突破5000人。是从哪边来？台中。刚好来高雄玩，就排一下动物园行程。而除了动物园魅力无法挡，另外高雄这间旅馆也吸引大批游客抢先入住。大大的窗，一觉醒来就可以看见大船入港，不用飞日本，一秒就能体验日系客房。旅馆就位在战二库内，不止房间走无印简约风，清隔间的独立房型设计也都是满满的细节。尽管没有私人卫浴，依旧很吸引人。目前已经80%满了，基本上我们每一个房间都可以看得到 view。全台第一座历史建筑的仓库旅宿，连市长也抢先来开箱，抢在3月底正式营运，也成为港都这回清明连假中的一大亮点。记者陈柏祖柯承浩告诉我们的。